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小众的威士忌。那这款酒呢，有着浓郁的香味和味道，有着明显的麦芽、燕麦啊、葡萄干和这个陈皮的风味，同时呢带着非常平易近人的烟熏味啊，中等的酒体啊，柔软的口感。这是一款来自法国的麦芽威士忌，但是呢它是在苏格兰做蒸馏，再运到法国的勃艮第呢，用这个雪利桶陈酿，混合了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威士忌。说到这，有经验的网友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就是 Michel Covert Overage。因为它的创始人认为，威士忌的制作绝大部分呢是依赖于陈酿这一工艺的，而蒸馏的作用呢是很小的那部分，所以就有了它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酒款。